子玉了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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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。
要硬啊。对。那我们吃香草的来，我们要含的哦，含的应该很正确的吃法，跟吃冰淇淋一样，一样方块，白白的，沾到一点咖啡色，来吧。它怎么一整块？它已经怎么一整块？它是就是可以掰开，可以是，刚有是这样，它就把它掰开，可以掰开啊，就蛮酷的，这还蛮大块，我怕这一块能分成两半吗？可以，一块有切割的地方，掰开了，它怎么掰不开？它是没有硬啊，太硬了，快剪，把它剪开好了。啊，已经换下来了。哦，喷出来了。来，快！你的电脑，电脑怎么了？哦，它有在录哈。巧克力的长这样。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我看按照照相，不是录音。太棒了！好开心哦。那就不录啦，你别发给我，我真的不录了，不录了，不录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难怪手上只会休眠，没关系啊，那我才发现电脑还是，我不在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把答案给他吧，这就巧克力 ，OK， 吃吧。巧克力吃起来最好吃，因为草莓跟牛奶都吃得像牛奶带片，我果然没入杠。那我吃就啊，我三秒，这块好了，接下来泡开吧。啊，这是水，水就掰开水就水的，水就水。我们先喝掉一点好了，怕水到你，我们少一点，没有倒很多。好吧。拜拜。哇！把它夹进去，掉到水里面。OK， 好奇怪，好像上课在调什么颜料？奇怪的颜料，用那个粉饼块之类的东西。不知道这个水喝起来有什么味道？这个好问题。这吃起来这像奶粉吗？对，是结块的。结块的奶粉。然后把它做成压缩起来，做成平滑状，然后泡水。这杯，这杯，还是我先泡一杯喝喝看就好，不泡两杯。好啊，你的加进去了吗？我都没加，我还没加。你还没加？对。那你的要用巧克力。对啊，先喝喝看。好，先喝喝看。我们。拍摄中。什么味道？其实蛮好喝的，你喝看。淡淡的草莓味，喝起来有点像以前小时候喝的那种路边买的草莓羊奶，或草莓牛奶，就是
草莓口味的羊奶，然后调的很淡，就一点点草莓味，然后稀释，对，稀释很稀的那个，就像喂稀释饼一样。稀释饼。那我们这边呢，那这边就来吃香草。可这算不难喝的，不难喝的，对，试看香草口味的，打碎。啊，还是不然，我们嘴巴含一口水，然后直接地上弄，这样水应该比较够，就不会太多，也不会太少。这样，我觉得这边看起来好像蛮好喝的，像就牛奶的感觉。嗯，加一块，试着不要碰到筷子。这是好喝的吗？闻起来有牛奶味道，喝起来是水。对，我拿另外一杯水来。啊，喝起来就是第三种，吃觉得最好吃的，蛮好睡。一样，它就是像那种发泡定的感觉，一下去就那个粉都起来。哦，对，发泡，但它没有不会发泡，就是溶解。吃掉了，桂椒，专业桂椒。哦，叮耶！哦，等等，啊，这个融化之后，吃起来像阿华田。阿华田呢？这个黄的哈，阿华田的感觉，嗯，阿华田，这不是蛮怪的，中国风味的，真的，我到底保持掉了，很快断绝出现问题了，一边草莓一边香草，来喝看我们的阿华田牛奶，阿华田水，阿华田水。真的是水，应该说这个喝起来有点像水，真的没有瓶的，就是水，就是跟刚刚喝牛奶的时候味道一样，就是水，闻起来哦，味道好像阿华田，然后就一喝下去，水，水，真的是水，水。有黑魔法的这个放到地板一碰就怎么掉，然后爆不起来。黑魔法，应该要草莓。先喝水，先喝水，类似投药的感觉。就是舌头碰到就会化掉，就像冰淇淋啊，就第一口真的有冰淇淋的感觉，然后喝下去就是钙片水，钙片水，它会舔过去的时候会化掉，然后变成粉状的感觉，粉粉的，然后就化，但是融的蛮快，就是像你喝饮料，就是喝到块状，然后再怎么办？化掉，然后就是草莓牛奶钙片，好，对。那如果站一下，然后再吃呢？好吧，太快了。都是粉状，
背哦。评语就是牛奶水，好的。是牛奶的。泡水溶掉之后，就是阿华田的味道。对，还是阿华田，依然阿华田，阿华田到底。好，那我们这边三个口味就先试到这边。那我下次还会再录一个另外一个的这一包，这一包，哒啦，好的，这一包的影片。那今天的实况不是实况，今天的试吃太空人吃的冰淇淋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吗？不是这样的影片呢，就在影片下方点喜欢，然后别忘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可以看更多影片。那别忘追踪我的 B I G 啊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。